朋友们，我杨小琴，2023年3月18号早晨8点多，我们离开了一个酒店。什么酒店呢？在摩洛哥南部，前往撒哈拉大沙漠的酒店。我们这是我们小组的成员，我们坐这个中巴吧。昨天呢早晨8点离开了摩洛哥的一个大城市叫马拉喀什，前往这个万扎萨。到了万扎萨呢，又到了这个酒店。这是我们酒店附近的建筑，不多，大山。哎呀，真漂亮，真是不能用漂亮来形容，不知道怎么该形容。我拍下这个小视频留作纪念。好吧，我们就是看见这个景呢非常的壮观，我们一致要求导游和司机停下来几分钟。这是我们的车啊，一路兼程 Mercedes 啊。我们还要前面呢还有几家酒店去接我们的团队的成员，一共19位啊。这是我拍下这个小小的视频，随着我身体的转动，朋友们可以看到一些个我用语言无法描述的美景。好，这视频先到这里，再见。